我们非常谢谢真的妹姐给我们很多资源去完成我们的梦想，然后还有川哥陈真川，他教了我们很多怎么样讲国语，怎么样写国语。对，所以然后在公司啊，环球 EMI， 然后也是 EMI， 对，还有经纪公司生动野声音，很多人都在帮助我们，然后这一路上都 也有很多的前辈都带着我们，然后尤其是动力火车的邱星，有邱星，然后他当初就借了很多带我们来台北，然后我们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们用的乐器都是邱星哥的，所以我们很谢谢他，谢谢。再来就是谢谢默默之后面在背后为我们祷告的，不管是我们的家人还是朋友，没有这样子神的力量，我们没有经历，我们没有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恩赐，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谢主，真的。不要激动，我不知道，我是真的感谢主。我自己是感谢我的家人一路上都支持我，然后因为我刚太兴奋了没有讲，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家里人，然后还有我们的神上帝，谢谢，阿们。我也是一样，我是鼓手小龙，那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以及公司以及阿妹妹姐以及陈振川以及所有生动全部里面每一个工作人员，还有谢谢我的哥哥们，还有谢谢背后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些歌迷，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在常常看到我们有时候很累了拿乐器，他有时候都会从后面想说可不可以帮你们提一下，有什么不行，因为这是我们要必要走的道路。感谢这一次能够拿到最佳新人，觉得非常开心，感谢神，谢谢谢谢谢谢。是真的很感动，因为想说拿了入围四项，结果前面三个都共度，好像感觉已经站在悬崖了，蛮开心的。有啊，有对。快点上台，因为我怕我也是报错了，没有就马上上去，然后其实很激动了，但是我们其实汗水跟泪水其实是混在一起，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感动，因为第一次发片也是第一次入围，第一次上台，所以感觉真的比我们以前打拳比赛还要紧张。应该是自己，对啊，应该是自己太激动了，对，太激动了，耳朵都懵了，控制风气就是听不到了。对对，就是享受音乐嘛，就是自我享受，不好意思。